轮，起来，走蓝洞去，干嘛？起来，去蓝洞，去蓝洞嘞，起来。不是去蓝洞干啥呀？有事，走。有啥事？走，潜水去。不去是吧？哎，真的有事，我们需要你帮忙，起来吧。干啥？走，你到了就知道了。起来，快点，车已经到了，你约好了。快点，五分钟后出门。这是我办的吗？对呀。那回去睡觉了。回来，跟着去蓝洞。上车。集体行动呢，志伦，去蓝洞了呀，不开心吗？不能潜水还能看看？潜水跟我啥事？你就帮忙搬东西也是贡献，对不对？今天是开心的一天，太阳又晒屁股了。现在是早上6:20。周周安，对呀，哎，去蓝洞了，不开心吗 ？I'm great. Yeah. See you. 我要 making video. Okay. Hello, this is Bob. 哎，周周回来，周周安，我鞋都没穿，哎呦。别跑了，快跑！该忙了，回去不是该忙了，都跑去呀！啊，我这海里一直没冬天，我在泳池里扑通一下，咋的？我知道你在海里没有去毒潜，但是你在到处乱跑拍视频，你没有通知我，这也算是毒潜。你没有潜下去，一直都是在所有人的那你监视的范围里。OK， 就说泳池，泳池那叫不叫毒潜？那。所有人都看得到，你通知任何人了吗？要不是学生发现了你，谁看得到你？你有通知任何人吗？你是觉得那是泳池没什么事儿，对不对？随便扑腾是吗？你知道世界泳池之王淹死在自己家后院的泳池了吗？这么牛逼的人，世界冠军，在家泳池就那么小一点，人家没有安全意识吗？人家肯定觉得没事儿，我不就游上就这几十米，他怎么就溺死在这儿？如果他旁边当时有一个人知道他在下潜，盯着他，有一个潜伴，他还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。就算这个几率是万分之一，我们不能让他发现，不能让他发生。走，回去，我再带你去看另外一个地方。你首先你得能理解，兄弟真心是为你好。朱志文现在还是在特别郁闷的状态啊！我告诉朱志文，我带他去看一样东西。知道这个地方吗？这就是你今天要带我来的。你之前是不是知道这块地方？不是，何止是知道，我10年前来第一次都是。来过是吧？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在这遇难的人，然后还有玩极限的，对，玩各种什么，每个都是在蓝洞失去生命的人啊，而且都是一些大神级的人物，他是最伟大的安全员，自由潜水的安全员。他因为啥？ The Deepest Race， 他就是为了去救他的女朋友。然后就永远留在了蓝洞。女朋友现在是世界冠军了，就因为他们之间有了一个10秒钟的失误，然后就出现了问题。当然了，我们后边复牌那个时候他们用的安全措施太少了 ，Plan B、Plan C 都没有，然后导致中间一旦出现了失误，没有容错的余地。后来不是拍了一个叫《The Deepest Breath》，做的就是他。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就算再小心，我们在这里这个人世上都是有风险，但是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去降低风险。我也知道
你到处拍视频，其实你并没有跑远。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很清楚的。我每次在海里，都是在大家的视线范围内，然后都是在训练的旁边。还好是能让我找得到的，要不然我就疯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泳池是基本上绝大部分人都能看到，所以我可以尽情的扑腾。就是说，你知道一个泳池之王，世界冠军，他就溺死在自己家后院的一个40米的泳池里，你能理解吗？就因为他赌钱。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万分之一的情况，没有潜伴在盯着你的时候，你就真的是会出问题。我不盯着，其实我只是在瞎扑腾，我没有赌。其实，在我们学习课程中，你的风险并不大。我担心的是未来，如果你真正的学成了以后，你真的练好了以后，你知道到了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都会想下水下海，但是那并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环境。那个时候你的风险会增加很多很多很多。我希望你能拿出100%、120%、200%的谨慎去对待任何一次下水，不管是海洋还是泳池。这不但是对你自己的保护，也是对我的保护。我真的不希望我的朋友未来因为我教授了他这样的技能，然后未来出现风险。所以我希望我的朋友，我的兄弟能够拿出200%的谨慎去对待这样的事情。这是大海，这不是说打个牌吃个饭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放松一点没有关系。你只要到了海里，你都要拿出200%的谨慎去对待它。你能理解我说的吗？能理解。这不是9年前、10年前，这不第一次来到这里。对啊，你也来过这里，你也知道这些风险。这些人都是一些大神，全部都是特别特别牛逼的人。你觉得他们没有安全意识吗？他们绝对有，但是他们还是出问题。我们吸取了这么多前人血的教训、血的经验，然后才有了现在的这样的科学的训练系统。所以我的任何一个要求，我都希望你能够真的是认真的去对待。其实呢，我也能理解啊，朱之文他如果不拍视频的话，他的所有的收入来源都要断掉了。别说了，他妈这两天把我账号都没收了，还不让我碰设备。没关系嘛，我来拍。那接下来我帮朱之文拍视频，好吧？因为今天跟朱之文是沟通了很久啊，然后呢，他心里边也带着很强的这个怨气，对吧？但是，我跟他说完以后，我觉得他心里应该自己会掂量了。而且你也知道自己的情况，你一只耳朵还失聪，然后你的是自己的自我认知的这个肌肉控制比一般人要弱很多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难。我的心理压力要比任何人都大。我这么远，我花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飞到这儿，我坐了一整夜的大巴跑到来这里，我目的就是想教会你。我说了，我觉得没有任何人我教不会的，这是我心里这么想的。但是我真的是心理压力特别大，我所以说呢，朱主任咱们一起配合，好不好？真的努力的把这个拿下来，相信你自己，你绝对能行。咱们再试一把怎么样？我跟谁吧谁？怎么？乖，演员当好点。欢迎来到蓝洞，我们今天在蓝洞开始训练。大家好，我是狗。你也来个自我介绍吧。今天在路上是苦口婆心的，然后跟朱之文去沟通啊，然后很多都没拍上，然后呢让他补镜头他还一百个不乐意。就这样吧，那我们就努努力试试看吧。我们看一下朱之文这次下水怎么样。3块啊，3块够了。你穿一件还是两件？一件的话就3块。Dumpling, Chinese dumpling tonight? Maybe I can't. You can't? Maybe I can't. You can't? 不对，这个不能看。哎呀，朱之文瘦了。
还说了吗？这天天不给吃不给喝的，嗯，吃还是管吃饱的，是不是？自由潜水就是会瘦，没办法。那回头自己整一套湿衣吧。最好都有一套自己的湿衣，毕竟这是贴身的衣物。这还是连体的，真受不了。连体的不好吗？别说了。你看这个老猪又开启了逗逼模式了。该帮的衣服，赶紧给他弄件定湿衣了。有的湿衣又好看又帅又保暖，多好。还自己尿自己的，各尿各的，多好。呼吸。哎，OK，站，不要晃啊，慢慢来，先把姿势摆正，一点一点下。你那一次不露蛋的，一定要记住那种感觉。要回不回去 ？OK， 三。哇靠！终于下去了，他多，我要去打你，打你，不是，哈哈，对面他。OK 三，牛逼啊！牛逼啊！哎呀，这个训练了一天结束了，我们刚从南都回来，这会儿大家都睡了。看我这个面镜脸，看到没有？我今天忘了涂防晒了。然后这一会儿这个脸就晒黑喽，所以说记得要涂防晒哟。猪猪，你干嘛呢？看书呀。哎，我们看一下。
哎呦，打鸡鸡了。我不知道啥情况，反正现在是看这个，就是耳朵 TR3 嘛，就是那个左耳，不是你知道我的情况就是先天失聪了。对，这个我知道。然后是，就我下去，十几米啥的，右耳没啥问题，但是左耳会疼。就左耳，对。有的时候。左耳一直都下不去。然后就是左耳，反正有的时候一挤，右耳是通气的。左耳有的时候通，有的时候不通。对。它不通就会疼啊。所以我就在看，到底是不是这个症状。挺好啊，挺认真啊。晚点给你做一下那个训练，针对性的训练。觉得你这个问题虽然比较麻烦，但是应该能解决。我都在怀疑我他妈左耳有没有耳膜。你左耳有没有耳膜？没有耳膜，你是听不见声音的，好吧？左右的那个听力肯定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啊，对。但是你确实是听不见。哎呀，难得啊，难得啊。然后是朱朱文珍，这是一直在看书，一直在看书，挺欣慰的。今天我们在蓝洞里边没少跟他白活。大家有没有听到猪叫声啊？脑瓜子嗡。好，这个就是练习的过程啊，只要练习，他一定会感知力越来越灵活。气只有从我右耳出来，左耳没动静。没有动静没关系，我们经过测试了，然后你这个耳朵是可以通的，不用担心啊，你只需要经过耐心的练习就可以，很快的。不要再往里边吹气了，要把气球吹爆，你扎我脸上了，我戳死你！又干啥？猪叫！朱志文的叫声，这是从哪出来的？不要吹了，再吹又爆了。现在气尝试从鼻孔里出来。对了，刚才那个对了，你发出那种的声音就对了。好，把它关上。哎，很好，然后再把它打开，再关上，再打开。好，快一点，关上。打开，关上，打开，关上，打开，你这是不是给吹到胃里边去了？这不是很好练，没事，一天500次，马上就几天就搞定，没问题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再给你用另外一个东西长按这里，等它灯亮。尝试去做，发出，的声音。哎，看到没？这个曲线，这个是方你发出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发式，而且你的压力稳定在40。大伙可能有点看不懂啊，我只是给你们瞄一眼。好，保持住，什么锁住，尝试去抬舌根。你看你这个压力的增加，现在到了120，这个压力肯定不是法师做得出来的，证明什么？你法兰做可以做，但是你现在的耳朵的感知力可能有问题，那么我们测试一下，然后我们设计出一条方案过来。你比昨天那个小伙可是厉害多了，耳朵冒泡那个，就打篮球把耳膜撞破了。对对对，你朋友带过来的。想起来吧。阿虎是吧？对，阿虎，他的一个耳膜现在是穿孔了，已经十几年了，做了2次修复手术还没做好。刚遇到他的时候，他说医生去看医生，告诉他好像。对，我昨天说让他尽量不要下水。对，我昨天说让他看医生嘛，因为这种情况下确实非常。容易出问题啊！虽然我知道一些方法能够保持耳朵不进水的情况下，
尝试下潜，但是觉得有点太麻烦了。如果是我出现了问题，可能有办法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，就最好不要冒险。来，再试一组吧。前两天我真的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我要是不跟他摊牌的话，如果他还是就是说不这么严肃对待的话，我其实也挺发愁的。其实呢，我心里大概已经有底了，我觉得有很大的希望能下去没有问题。然后现在又看着他在这么认真的学习，真的是特别欣慰啊，像老父亲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大家一块祝福他呗。